另外，金曲歌王萧煌奇一连两天在台北办出道20周年的演唱会，耶诞夜迎来首场演唱会，全场3100个座位座无虚席。开场时，萧煌奇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，以他的代表作《你是我的眼》揭开序幕。你是我的眼，带予我阅读浩瀚的书海，因为你是我的眼。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。萧煌奇坐在观众席，嘹亮深情地唱出代表作《你是我的眼》。我还在等谁？失去才能够了解，我只需要阳光、空气，还有被思念。温暖的歌声深深打动现场每一位歌迷的心。萧煌奇迎接出道20周年，24号、25号接连两天在台北开唱，用多首经典歌曲陪伴歌迷度过圣诞夜。你从2002年就开始听我唱歌的朋友，请你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啊，没有，对不起。展现萧煌奇式的幽默感，逗得现场粉丝哄堂大笑。萧煌奇还透露，希望借由这次20周年演唱会为起点，从台湾唱到全世界。如果你有什么烦恼，多大的委屈，我全部都帮你送到北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